大会主席先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先生，各位代表，首先，我认为在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举行这次世卫大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干事先生，各位代表，首先，我认为在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举行这次世卫大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类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现在已经波及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了70多亿人口，夺走了30余万人的宝贵生命。威力有我喜欢东西，我点了我喜欢威力。新的威力游戏有趣又无厘头。斯尼克林克。